小时代，温度上升，冰块开始融化。没有发烧啊！哎呀，阿杰，你懂冰河时代是什么吗？冰河时代是什么来的哈？冰河时代是冰块覆盖地球表面的时代。地球表面现在肯定很冷，不是很冷，是 super 寒冷。阿弟，那个时代的河呀、海呀都结冰喽，是吧？人类就可以在海的表面上走来走去吗？当然，也可以在河的表面上跳来跳去哟。
起火。